哇，美秀阿摩斯也整个粉嫩嫩呢，跟 Q 摸摸的整个设计是一致的哦。那我现在已经完成美秀按摩 ，Q 摸摸的美秀按摩呢，利用仪器就是会把你一些走到背后、走到下胸的胸部捞回来。做完美秀按摩以后啊，很明显发现自己的上胸比较空，而且比较有弹性，上胸就比较塑形啊，或者是说那个淋巴部分去帮你做一些排毒，就是躺在那边享受就可以了。建议就是把这两个预约一起预约起来，因为你在捞回来以后，你可能发现你的尺寸不太一样，跟你想象中的容量，穿起内衣也会更好看。